好啦，今日呢，我哋就嚟到呢個新用家葉小姐喺屯門良景村住嘅一個住所入邊。咁我哋同同事呢，就見佢用咗一個月就探佢嘅。係啦，咁而家喺我鏡頭度呢個就係葉姑娘啦。係啦，咁呢個我哋同事Grace，咁去分享翻。你浸又得，唔浸又得。點樣去浸過？如果你心急就沖就得啦。OK， 係啦。還原水。咁啲魚同埋啲啲咧，洗咗之後好食好多嘅。個營養咧可以放翻啲營養，洗就得啦，唔使浸嘅，唔使浸，洗就得啦。用佢嚟洗嗰啲豬肉啊，洗嗰啲魚啊，係啊。因為葉姑娘就。血氣的問題，所以就因為這個是有農藥，口說米那裡有農藥，很難說的。6 9.5 還原水，這個是強還原，兩種東西來的，這裡是跟這種是一種。咁樣講解翻阿葉姑娘佢一開始用還原水嘅問題。咁第一，佢本身咧就有手臂腫，有20%嘅部位。喺飲水之前同之後嘅分別咧，即係個人見仁見智啦，個口感就有唔同嘅效果嘅。咁佢第一飲完。你可以嘗試我哋俾佢試嘅水之後咧，我自己用嘅心得咯。第四日，腫痛本身佢有咁多嘅，咁飲咗嘅時候咧，佢個腫咧少咗2-3%，佢個腫痛咧手臂抽搐都少咗10%嘅。咁我睇到啦，其他手指手痛。手腕唔使噶，有幫助。18日真嘅，因為小哥我而家用過咧，飲咗18日嘅時候咧，佢個腫咧係洗咗8-9%嘅，痛咧痛少咗6-7%。中途有時右臂腫多啲，係啦。不過約一個月後，個腫咧就冇咗啦，有個即冇咗腫痛。第二日，佢本身咧左邊嘅耳仔咧，就發炎前有2個禮拜都未好嘅，但係飲咗還原水2日之後咧，因為我自己用嘅布機，佢就咧冇發炎啦。咁咧，同埋咧，我用得覺得佢邊樣好。咁第三樣嘢，佢一個嚴重類風濕症，個心壓同埋血壓係非常之嚴重噶。你可以睇到佢個心壓咧。佢裝機咧就喺年初1月2日嘅，咁大概飲咗20日度啦。前一晚佢大概咧有6個鐘頭，佢個心壓咧壓住得好犀利嘅。咁但係飲咗2日之後咧，個心壓咧就少咗約70%喎。咁今日啦，今日係1月幾多號啊？26號，係啦。咁今日冇飲。今天沒有嘛，少人。2月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是啊。是啊，我曾經試過6日之後停了3日。那呢一停了3日沒喝呢，那就立刻又差回了。是啊。就差了2-3%。頭那6日的時候呢，再過多12日。什麼三停啊，什麼意思啊？頭六三停。哪裡？這裡啦，頭六。三停，呢個。飲完6日停3日。哦，飲完6日，再咩啊？停3日。淨停3日。再飲12日。再飲12日。OK。咁佢發覺咧，再飲多啲水咧就好啲啦。再停咧，多20%。
就是第一 part， 第二 part 再做。